那后来就不加了。事实上加不加都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篆书里面哈，假如说这样写跟这样写它是不同的，那你们想猜哪一个是玉，哪一个是王？一个是王，一个是玉哦。这个应该是右边是玉，右边是玉，左边是王。是这样吗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我觉得应该左边是玉吧。玉，左边是玉，右边是王。嗯。好，对，左边是玉，右边是王。所以说这个空间距离一样的是玉。那这个空间距离小，这个空间距离大是王。OK。